还行，就是很久没唱了，今天嗓子有点紧。唱的不错，就是这歌太丧了。啊？手里已经没几个案子了，还全都是泡沫，那不全瞎？哎，开玩笑。哎，干啥？别在意啊！王丽，生日快乐呀！好，来，小鱼，哎呀，开心啊！喝一个，赶紧。跨境并购案的资料，谁发我一本翻译完的？慧宇，翻译完没有？姐，那个。还有三分之一，还差三分之一，几天了？哎呀，不着急，不差这一晚上。我翻完了，你翻完了，走。人生经不起太多的等待，我跟你讲，你一定啊，你就跟郑律说。闭嘴吧，都是你翻的啊。哎，小莫，海象怎么样了？老大，他们也开始拿枪拿掉了，不愿意继续推进，怕是有人捷足先登。这种初创公司啊，诱惑多很正常。你继续跟进。哎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您这是？哎呀，干啥？这不是工牌吗？哎呦，您这个哪是工牌啊？您是哪层的？我现在要回去下班。啊，我知道。小唐。啊，我知道，知道，您放下吧。每天晚上下班。最晚的那个，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行了，您进去吧，进吧进吧。哎哎呦，您慢点，您慢点。都喝成这样了，还加班呢？慢点啊。姐，嗯，刚刚给你写推荐信了吗？没有。真不知道我每天拼死拼活都为了什么。12点多了，去吃饭吧。哎呀，不吃了呀，我这手头还没弄完呢。我先去。并购案的翻译，纸质版的。好的。辛苦了。我应该的。还有事啊？这个竞聘的案子。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老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子璇，这是我刚挖来的精兵强将，以后徐总多关照。徐总好。你好。
人的工作能力是一回事，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啊更为重要。我给你推荐啊不合适，毕竟王丽带你，你让他给你写个推荐信。唐姐，早安，一块吃饭去。啊，我不去了，你随便帮我带点什么回来吧。别吧，大家中午都一块儿。我现在还有点宿醉，很难受，而且我工卡也丢了，我还得去补工卡。哎呀，正好喝点热的醒醒酒，走吧走吧走吧。哎呀，你女朋友来了。高总。Hello。介绍一下，这是我律所的同事唐英姐。哎。这是我男朋友小马，这是他同事窦总。哎，我们都这样瞎叫，叫我小豆就行。窦总好，小马好，王丽好。他们都在投行工作。嗯。吃吧，吃吧，吃吧，吃吃。这周末这事儿怎么说了？这周末我要加班。又加班？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事儿。再忙也得劳逸结合呀。你再说，周末再加班这事儿。真不行。哎，刚才怎么有锅底？不好吧？我叫唐英姐来吃饭了，咱俩先。我们同事天天都来吃饭。唐英姐，待会儿我打算跟小马出去转转，咱们律所见。好啊。那我们。拜拜。拜拜。唐英姐，拜拜。走啊。唐月，我也有点事儿了，我先走了。好好，你慢慢吃。好好，我拜拜。拜拜拜拜，回见回见。薪资，知不知道胡俊宁喜欢你？你把他当什么了？哎，这么暗看电视，把眼睛都看坏了。我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哭成这样了？啊？林睿真是个人渣。说说吧，到底怎么了？我跟陈梦分手了。他配不上你啊，真的，想哭就再哭会儿。他不要你，姐要你。你跟姐讲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隔壁组那个老是上赶着给他送饭的那个女孩，每天那个女孩都会把她亲手做的早餐放在陈默的桌上，
刚开始陈默都扔掉了，可能是因为做得很丑吧。一次，两次，三次，但面对着锲而不舍的示爱和那些充满茶意的小纸条，他还是动摇了。他们说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我早上忙着开例会，我哪有时间给你做早饭啊？那不说了，嗯。在薪资这儿，他永远得不到的体贴和关心，这个姑娘可以无限量提供。我不管，你自己处理好。或许是因为薪资的任性，薪资，又或许是因为中关村和国贸有着圈层时差。陈默走了。我们分手吧。哎，现在这小姑娘真的茶艺炉火纯青啊！陈默又是个理工男，最吃这一套了。姐，你怎么不安慰我呢？我确实也没看出来你对陈默有多深的感情。你就问问你自己，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清华本硕，工作稳定，个子也高，长得也还行，家境还不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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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停一下。你看看你说的这些，他又不是求职，你说的像去公司应聘的条件一样。你就问问你自己心里，他最打动你的是哪一点？老实。只有老实吗？本来恋爱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呀。但是婚姻又是漫长无聊的。我觉得就算找个再有意思的人，到最后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不如就找个实心眼的，对自己好的，老老实实的，我觉得最好。
看傻了。这次真的得谢谢你，老翁都跟我说了，说之所以这幅画呢能这么快的找到，又这么快的从香港运过来，全是你的功劳。不，千万别这么说，正好有朋友是做策展的，动动嘴皮子的事而已。这画是阿姨要送人吗？别提了，我妈这人啊，平常就花样百出，然后呢，她一忙起来就过来折腾我，明明是自己要送人的画，偏要让我找。阿姨是，也是我们这一行的。对啊，我妈在精锐。虽然吧，我妈让我干投行，但我真的挺不喜欢投行这个氛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太复杂了，全部都戴着面具，根本分不清谁真谁假。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我有什么不一样？你比他们善良。咱们两个才第二次见面，你就能觉得我很善良？我看人很准的，我妈一直带我跟圈子里各种人聚会，没有一个跟你一样。嗯，你也很不一样。你现在是不在信泰啊？对啊。我妈有一个闺蜜在信泰，之前她还给我妈介绍项目来着。薪资，薪资，姐，我跑步去了。你说的对，从今天起我要找回自己。谢谢你的鞭策。王丽，见。说，关于竞聘，打分表和推荐信，今天是截止日期了。哦，知道了。唐瑶。等你真的去了别人那儿啊，你会发现，还是我对你好，因为我向着你，有的时候对你严厉一些，也是为你好。推荐信跟打分表，我也给你送上去了。忙去吧。好。好，来，我们做投掷，向后，向前，好，第二次，向前，来，第三次，向后，向前，来，四次。好，今天的课到这里，好，下课。谢谢老师。不客气。怎么样？这比单纯的举铁练力量有意思多了吧？这棒铃啊，看起来是在练身体，其实它操练的是你的心境。但凡有一丝的杂念，这大棒子都有可能抡到你自己的头上。知道我为什么欣赏你吗？你看看你，工作上游刃有余，处事周全，再累也始终保持着全神贯注。能够平衡好生活和工作的人是很难得的。但是 Richard， 绿能的案子我还是有些担心。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我跟人联系。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为了我手下的小朋友们，不被裁员，你自己把握吧。 姐，金子，你这是在做 PPT 吗？你还做这个呢？这不是你教我的吗？不能因为不值得的人放弃自己，所以我打算开启海选模式。选什么？当然是选男人啊！快帮我看看。哎，这个人我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 就是那天我们在酒吧，找我们搭讪的那个威斯奇男。你连他都不放过？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现在属于失恋的状态，我肯定需要有一个人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 奇怪了，而且那天多装啊！他是有点傻，但我呢，倒不至于饥不择食。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我有自己的判断。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要我说，网上那些搭讪教学都是骗人的，第一次用就这么失败，回头我就举报他们，真抱歉。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装腔启示录》由特伦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你先别打岔，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嗯，除了这个一号选手徐家柏，嗯，今天呢新进入围了一个二号选手，是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客户介绍给我的。 说他是高质量男性，嗯，就是他。入围理由：长得帅，然后有品位，又会讨女孩欢心，最重要的是他在投行工作。嗯，虽然平时忙，但是工资高啊，就是有点花言巧语，只能适合短则。短则。 你怎么老二句网呢？我的姐，短则对应长则，短则指的是不追求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长则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那他们俩你要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你都要选长则的了，短则选手为什么不直接 pass 掉？这个不得不说啊，嗯，他实在是太上道了。我跟你说，嗯，我们第一次约会他就给我送个小礼物，你知道吧？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不错，但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我觉得吧，它胜在有心。想请问一下，您用的是什么香水啊？成香吗？行吧。 那你好好搞你的男性学术研究吧，我也去写报告了。去吧，去吧。
世哥，你好厉害呀，都已经成为军红一年级律师。韩律，开会。我。姐，短则果然不靠谱。哎，二号选手太下头了，我当时就该果断淘汰他，真是浪费时间。死了这凳子。哦，对了，刘美玲啊，下周来北京，我约了她家宴，你一块儿过来。嗯，好的，王律。跨境并购那个案子啊。是真的不好做，你别气馁，啊，嗯。之前您不是也跟我说过吗？那个案子耗时又长，也不一定能成功。我知道的，这就对了，继续干吧，嗯，加油啊，像年轻的我一样。唐姐，唐姐。是不是王律师在成绩表上给你打了不好的成绩？那怎么办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唐姐，你别难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早都不难过了，没事啊。现在啊，活过来了，走着瞧。哎，挺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送一个朋友回来。嗯，女朋友？女性朋友，我是单身啊。哦，单身就好。薪资是我妹妹，你要是敢欺负她，我饶不了你啊！嗨，哎呦，这世界可够小的。哎，嗯，你放心吧，我对她没兴趣。刚下班吧，要不要一起吃个东西？你们没吃吗？我们看的是7点多的电影，他选的时间啊。可是看完之后呢，商场里的饭馆都下班了，他又不想在路边将就一顿，还拉着脸跟我生闷气，所以我赶紧把他送回来了。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体贴。走了。嗯。哎，朋友，要不还是一起吃一个吧。既然你对我妹妹没什么兴趣，为什么还三番五次的约她呀？嗨，也没有三番五次，第一次吧，觉得她挺漂亮。即使作为他也无所谓，但我没想到第二次、第三次还到错。那第三次呢？坚决不会有第三次了。你昧着火坑，我就肯定不会跳。你不想跳，大把男人等着跳呢。这不正好吗？教教你，裴老师，一个月拿一个月来。我可是他姐，你在我面前谈论我妹妹，能不能稍微收敛？买单，我们三，你直接扫码就行。我不用你请，谁说要请？一次性付款方便，来，你交我26。淘汰，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且我。
上礼貌性的退出。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浪子。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删我微信了。我就不该加。唐律师，你放心，我呢就是单纯的想跟你做朋友，单纯的欣赏你，并没有其他的意图。当然了，如果你想有的话，我可以。不好意思啊，你不是我的菜。就到这儿吧，不用送了。嗯，可以了。我知道，可是我车在那儿呢。哎，你为什么要换香水啊？因为我觉得香水是非常私人的东西，我很不喜欢别人跟我一样。我真挺喜欢那个香水的味道的，因为你用。你可真有意思，这话你都说得出来。如果真喜欢的话，你就自己喷呗。你送给别人什么意思啊？是，都是我不好。但我知道有一款香水更适合你。你知道最近上映了一部超好看的电影吗？好呀，那下班我请你看电影。好呀，那我请你吃饭。不行，跟我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买单。Shadows faded. I'm no longer.
姐，今天可以提早下班吗？约会太多，装备不足了。我自己不会跳，你陪我呗。今天买的这衣服够你约会穿的了吧？但是花了钱就不开心了。约会的时候就开心了，就知道这钱花的值。哎，你也挑两件吧。我就不挑了吧，我。姐，这件看着就贵，买完估计就吃土了。说的对，不看不看，看不见。你知道吗？最近有很多那种渠道货，然后就是那种大牌，原价两三万的，减了标准只要大几百。真的假的？那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也是服装界处理剩余库存的常见做法，就是减了标之后偷偷卖。你可以网上搜个同款。我怎么不信呢？来，美玲，你尝尝我这红茶。哎，我发现我给你挑的这个杯具跟你金饰特别 match， 你看这颜色，是吧？哎呀，啊，王绿，哎，小韩，哎，美玲姐，文件啊，放在地上。哎，好的。在邢台，但是我忘记他具体是负责哪方面的了。行，谢了，我再想想办法。喂，辛总，信泰资本的徐子权。嗯，小唐姐，哎，不好意思哦，来晚了。哎呀，真的是北京太堵了，就那种不带动的那种堵，还是上海好。这么多有意向投行里，
你是第一个找到我的，消息很灵通啊。您过奖了，这么跟您说吧，跟我们合作的企业都是行业内情史，其他的投行呢都是亲自去找客户，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有成功率已经摆在这儿了，都是客户来找我们。当然了，专业是其中一方面，还有很多消息我们能提前掌握，这是其他同行掌握不了的。就你们大王昨天穿的那件花里胡哨那件外套，冒牌货。大王跟我们说是他在专柜买的，而且还得花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也就骗骗你们这些不识货的小姑娘。我远远一看，那材质就不对。后来无意当中就看到，领标被剪掉了，那这肯定是假的了。你的顶头上司是个台湾人啊？啊，对。这位 MD 好像不是很突出。剪领标就是假的，要不然呢？几万块钱的衣服卖几百块钱，门槛去哪里了？随随便便谁都能买得起的话，还谈什么品牌价值吗？ Richard 呢是从华尔街回来的，所以做法洋派了一些。不过您放心，我们这些手下的人做事非常非常严谨。啊，这这儿。好好学学，生活有时候就是需要点仪式感。不，我马上最后一道菜啊，不用换鞋 ，make yourself at home， 简单参观一下啊。哦，家里边真的好有调调啊。哇哦。好精致呀，还行。嗯，一看他就喜欢文征明啊。初学者都是这个样子的。哦。哇哦，珍贵食材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嗨，珍贵什么呀？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做料理的朋友给我送来的，我都没问价钱。哦，那就一定是要很好的朋友才可以。这种东西啊，就是野生的和养殖的，那价格差的可多了。哦，是吗？哎呀，我只吃过野生的，也不知道人工养殖什么味儿。要不你帮我尝尝？我也是啊，谦虚。你肯定能尝得出来，啊，嗯，怎么样？嗯，一打生蚝，两份碳烤牛排。辛总，那甜品您是？你定吧。好，芝士慕斯。齐总，我们这边新上了一款波龙意面，你要试一下吗？下次吧。我知道辛总是对麸质过敏，对吗？没想到你对我的了解还挺深入的。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尽调。赶紧尝尝这个面。嗯，我的保留才行。来。就是比起我在西班牙吃那个正宗的啊，就稍微还有一点点进步的空间，不过已经很好了。啊，那你觉得哪儿还需要进步呢？面条好像有点硬啊。
硬吗？嗯。哦。嗯，这个是正宗意大利 spaghetti 的做法，这个软硬 perfect。你也尝尝啊。哎，亲爱的，你煮面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放盐啊？啊，我想起来了，我放的是喜马拉雅玫瑰盐，这个一般人可能吃不太出来啊。那你要是觉得淡，我给你拿普通盐，我这有低钠加碘的。我知道了。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吃那个法国进口鸡，那多吃的胃里吧，也不能多吃。亲爱的，谢谢你，好丰盛。哎呀，应该的吧 ，pleasure，cheers。徐先生，这瓶酒已经帮您醒了3个小时了。辛总，忘了和您说了，知道您平时爱收藏葡萄酒，所以我请朋友找了一瓶还不错的老酒。哇哦！不过呢。老酒有氧化的概率，不知道这瓶酒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辛总，您是哪行？您来试吧。哎呀，你别总是辛总辛总的，叫的我跟多老似的。叫姐，叫姐姐。哦，香气很丰富啊。时光倒是让酒的味道更加有层次了，果味明亮，丹尼细腻，酒体表现非常不错。看来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倒酒。接下来是我王氏家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Welcome to my cinema salon. 我平时在家只要不忙的时候就看电影，尤其是喜欢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电影，有个性，像《四百击》《精疲力尽》，太经典了，百看不厌。哎，王律，啊，你收藏了这么多哲学书，对哲学一定很有自己的见地吧？啊，瞎看。但是也略知一二。嗯，我认为西方哲学的理性是靠辩证得来的，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加的 ，How can I say it's more accurate? Yes, more accurate. 哲学哪能用东方和西方来区分？哲学那是全人类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你说呢，小唐？对，你觉得呢？哎呀，我哪知道呀，我不懂。要不咱们还是看电影吧？好，看电影。子谦，其实万国除了你已经接洽过的绿能，也有意向收购海象科技。还有一个刚冒头的香薰，话姐姐也只能给你点到这儿了。我亲爱的姐姐，您给我的这个消息太重要。姐，您放心，我一定不让您失望。
另外一个组的 MD 叫 A 的。对啊。其实他也约过我。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嗯。他是怎么说的？我可以记得，也可以忘记。救我！哎，王绿，嗯，美玲姐，我这有一个朋友，江湖救急，让我去帮他，特别好的朋友。啊，这反正这电影我也看不懂，要不我先走？没事，你先去吧。哎，好嘞，好嘞，啊，下次你们再给我上课啊。哎，你们慢慢看。好了好了，别老总是说工作了，特别无聊。你说说你吧，跟姐，说说你。我。嗯。我从小呢，在。对不起。老班长。喂。啊，我。我正在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见面。啊？现在，可是我，嗯，哎，欣姐，实在是抱歉，公司有一个案子需要我紧急回去处理。子权，快去吧，没关系的，我们两个人可以来日方长啊，改时间，改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聊。好的，改天。我再约欣姐，咱们深度交流。一言为定。第一次约我就在酒店。这个怎么了？你的命不值一个豪华的下午茶套餐吗？服务员，你好，1288。好的，谢谢。你说什么是什么。请慢用。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嗯。很感谢你。你肯定是约了哪个不该约的姑娘，然后实在是找不到办法离开，对吧？还真不是姑娘，是个大姐。大姐用脚勾我的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得我有点害怕。勾你的腿？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信息啊？我们很熟吗？谁说我只给你一个人发信息了？我是群发，但只有你回我了。你还真是愣得理直气壮啊。平时很忙吗？只有今天不加班。不加班还带着电脑？律师哪有上下班啊？我随时都可能要回复客户的邮件。电脑除了工作之外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呢？对啊，反正1288你都点了，不如边吃边看，不是吗？我就是因为不想和同事在一起看电影，我才出来找你的。他们要看什么电影？说出来我能吓死你。嗯。他们看的是一部叫做《安德烈林》。你等一下，安德烈里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
3个小时非常有深度的文艺片，非常好睡。嗯，那我们不看那么无聊的，可以用一下你电脑吗？谢谢。我电影品味很高的，如果你选不好的话，我会鄙视你。那你是想看有腔调的，还是好看的？这两者应该不矛盾吧？嗯，的确。你经常和人一起这么看电影啊？嗯，第一回。哼哼。哦，不好意思。开始。